雕刻家及雕刻者，他们以才华与灵感创造了一个个的生命。许鸿飞，他用他的平静或铜铸成战士英雄，或铜铸成一个个的胖女人。许鸿飞是真正在编织美丽童话的造梦者，他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胖女人造了一则温暖的童话。2013年起，许鸿飞带着他的作品进行巡展，走遍五大洲30多座城市，向世界展示了不断发展、进步和变化的中国。还把雕塑作品带进乡村，以艺术赋能乡间，给村民带去艺术的享受。许鸿飞这个海的儿子走出阳江，走进都市，为世界塑造美丽与惊奇。